站稳了！我来打扫。我会咬紧你的咽喉。 深度清洁，好像有机会死了。我将为您扫平一切障碍。
随时可以站到。随时可以站到。
没想到妖精这么多心影片，早早就开车去了。没办法，毕竟我们另一边的身份要从头开始，收入肯定会大打折扣，录像店的生意必须开始认真干了。嗯，说的也是，不过为什么这次进的都是些慢节奏的片子？我们需要更多刺激的影片才对吧，哥哥？零，选购的影片要照顾更多影迷的需求才对。照顾更多影迷的需求啊，是指哥哥这份六成都是文艺片和纪录片的选购单吗？嗯，温柔的影片有助于抚慰大家的心，生活在新爱丽都可是压力很大的。大家才没有这么软弱呢。进货就是听哥哥的，这次怎么想都该轮到我了。喂，那次是我们一起商量的。那次我不知不觉就被哥哥牵着鼻子走了，所以这次的进货计划得重新审视。你好，你想关注一下空洞调查协会吗？我需要，谢谢。哥哥，你的回答呢？可是这个月我最期待，我是说客人们最期待的纪录片已经发售了，就先不要改变计划了吧。我听到喽。哥哥竟然用经营店面的收入满足个人爱好，哼！您的指控已收到，不过传闻证据本庭不予采信。啊，好像有另一边的客人上门了呢。嗯、好了，这次的进货计划保持不变，啊、下次再说，先看看现在要处理什么生意吧。嗯，我觉得计划可以改变一下哦，哥哥。你什么时候拿过去的？委托人的事就交给哥哥你处理，我嘛就勉为其难去其他供货商那里搞定影片选购的事吧。什么意思？你要自己去供货商那里？喂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更多影迷需求的，店里就拜托你喽。